大联动推动矛盾顺利化解。我们办的案件，所有的当事人对我们都是很满意的。多举措都为便利群众，要让老百姓到这个地方来一站式的解决问题。群众的笑脸就是工作的最高标准。 平安中国2017有话好好说即将播出。四川是人口大省，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四川省各级政府部门积极探索，发挥首创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形成了立足四川省情社情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接到一个报警，110指令，说有意外，一起意外坠楼的事件，要求我们立即出警。到达现场后，民警马上对事故展开调查，发生意外的工人名叫王军，是在商场内安装广告牌时，从脚手架上掉落的，在民警赶到前，他已经不幸身亡。我去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没了，然后当时我就情绪就已经控制不了了，然后家属的情绪也比较。 就是说，反正一直在哭嘛，旁边也有人在劝，他自己的亲戚也在劝，就是说要求我们查清事实，给他一个就是说真相，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这边亲属肯定是不知道的。王军刚20多岁，突然失去了家里唯一的儿子，王军的家人悲痛欲绝。据他们说，王军做这份工作也有好几个月了，平时谨慎小心，怎么会无端坠落呢？ 然而，经过警方调查，这场事故纯属意外。那么，谁应该为这起意外负责呢？因为他是帮他做工程的，所以说这个是肯定是为他做这个东西才会造成这个事故的。各种埋怨就是我们说，就说我们不应该找他做这种事儿，然后又说这么年轻怎么了，就说一些这些。王军是在工作期间出的意外。 痛心疾首的家人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雇佣他的广告公司。肯定是，就伤心难过，加上你说气氛，什么心情都有。紧张，怕他们吵来的话，最后这个事情调解不下去，平息不下去，然后会越吵越大。果不其然，有关责任划分和赔偿问题，双方争执不下，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肯定要通知家属来。 就是亲戚朋友要来看的，所以说就打电话，比如说我父亲知道了，然后还有很多哥哥，就表姐这些，就大家打电话就都知道了。因为死的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壮劳力，所以说对这个要求的话比较高，然后对方就是说公司方他的要求就肯定比较低，然后说双方就是说达不到一致。现场的人越来越多，气氛剑拔弩张。 民警第一时间预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有可能演变成这个群体性的上访事件，闹事影响了我们整个社会治安环境。然而，双方的争执涉及到劳资纠纷，这并不属于警察的职责范围。像这种就是意外事故也好，或者其他事故也好，我们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我们根本就是说无法。 把它能够调解下来，从我们的警方的权利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把它调解下来的。出警民警当机立断，第一时间将现场情况反馈回派出所，宜宾县百溪镇人民调解委员会驻新城派出所调解室的两位调解员迅速介入。我们的核心目的就是要把这件事儿解决好，这是核心目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不能让这个案件。 矛盾这个激化，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派出所设立调解室，这是四川省在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方面的创新举措。工作实践中，大量非警务的矛盾纠纷集中到公安派出所。
不仅占用了本就捉襟见肘的基层警力，最重要的是有可能耽误矛盾纠纷的及时化解，导致矛盾纠纷激化升级，甚至演变成为重大刑事案件及群体性事件。人民群众啊，他还是有个习惯，是吧？有什么事儿，这个都比较愿意到公安派出所，哪怕他不是说是警情的有些诉求，他也要来找这个派出所。我们派出所拿着非警务活动，感到很困惑、很纠结，因为在依法行政的今天，非警务活动，我们警察拿到是爱莫能助。不能全部解决，就造成了有些人民群众的不理解、误会，甚至包括一些对我们的投诉。当然，把什么样的人派出到派出所承担调解工作，这也是一件大有讲究的事情。在实践中，一些具备丰富法律知识、作风正派的老同志成了住所调解员的首要人选。一方面呢，就是说他要熟悉这个调解的这些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有关的法律法规、有关的政策这些都要熟悉。第二个方面呢，也要能够公平公正。我们作为调解嘛，就是居中嘛，你不能偏袒一方打压一方。樊朝杰原来是宜宾县法院的一名法官，2016年退休后不久就被聘请来到新城派出所调解室工作，这次就是由他和另外一名同事对王军意外死亡事件进行调解。他就跟我讲第一句话，我的人就这样死了吗？哎，不能白死啊。哎，后来最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这个有什么要求，看说出来符不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我们跟你调解。扎实的法律功底为樊朝杰他们的调解打下了良好基础。通过讲法律讲人情，双方一度剑拔弩张的情绪逐渐缓和。我们告诉他这个法律上规定了，就是说你用功一方，你应当是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么对受害人这一方来讲呢，我们是以人为本，当然我们从调解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倾斜一点点照顾弱势群体一方。经过反复沟通协调，王军家属最终与雇主达成了调解协议，而此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3点钟。他们是很满意的，就是当事人对我们来说分别留了我们的电话，分别对我们是婉谢。因为如果不是他们帮忙调解帮忙达成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如果当时派出所没介入，这个家属的情绪激动，后续的事儿我都不敢想。一场眼看要激化的矛盾纠纷被及时化解，这得益于四川省推出的公调对接机制。公调对接实际上它就是人民调解和公安行政调解的有效衔接和联动，因此把这两个方面把它有机的整合起来，实现了这个有效的联动，是我们省探索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的一个创新理念。2016年，四川省司法厅和公安厅联合出台《关于建立完善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衔接联动机制的意见》，将这一做法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推广。人民调解委员会派驻在派出所的调解室不仅能够调解民间纠纷，还能调解那些适用于调解的治安案件。如果确实不归我们管辖范围内，我们就直接将它移交给我们公调中心的这个调解员，由他们迅速的进行开展工作，那避免了我们再告诉他说您去找某某某单位去找谁谁谁，这样的让老百姓多跑路，为我们的公安他们的工作压力跟他们减轻了负担，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能够对这个纠纷民间纠纷
及时的化解，以免呢这个纠纷的矛盾转化，从次要矛盾转为主要矛盾。目前在四川，有462个人民调解组织已进驻辖区所在地点的城区派出所，占全省城区派出所总数的84.3%，接受派出所移交委托调解矛盾纠纷14821件，调解成功率达到75.9%。群众形象地把这种调解形式形容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绿色通道。这条绿色通道既减轻了派出所的警务压力，又提高了矛盾纠纷化解的效率和群众的满意度，而直接参与调解工作的人民调解员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一份满满的成就感。我很骄傲地告诉你，我们办的案件所有的当事人对我们都是很满意的，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案件，我们可以每一个案件提出来，我们这个回访都是很满意的。下一步呢，我们还不仅是引进人民调解室进驻我们的派出所，我们还会将基层法庭以及其他的专业调解室引进到我派出所，更好的服务群众，使我们公调对接的内涵和服务的外延进行延伸，更好的使老百姓受益。进一个门解百家愁，小中心背后有着大联动。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平安中国2017有话好好说正在播出。在派出所设立人民调解室，通过公调对接进行矛盾调处，有效地提高了基层派出所的矛盾纠纷化解能力。但毋庸置疑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矛盾纠纷可以说是多种多样，汇集到基层派出所的仅仅是一部分，并不能涵盖所有。这不，在四川省的江安县就有两位老街坊樊阿姨和程老伯，这几天为了一点小事闹得不可开交。我来查，我来查，你不让我查。你说的良心，我这个红红眼睛怎么说？我把事情摊牌了，你要不了台？你摊牌为啥子要不了台呀、啊？你，我可以说对着天，当着天说，事实就是事实，终归是事实。原来樊阿姨和程老伯同住一栋老楼，樊阿姨是个热心人，平日里负责收取楼里所有人家的水费。然而最近楼里的一段公用水管发生爆裂，水费增加了不少。因为全楼共用一个水表，这意外多出来的水费，樊阿姨提出大家平均分摊。就我们要摊就摊就行了，每700份，一个月就是9.5块，两个月就是19块钱。十几块钱也不是什么大数目，但是平摊方案到了程老伯这里，却遭到了老人家的激烈反对。那么一个君子要请，取之有道，你这好几块钱嘛，不符合情理不规范。哎，高层嘛，有时候也是气头上，我说几句气话。哎，你那个还凶，晓得不？他这个女性，我是男，我掏不出来。原来程老伯介意的是樊阿姨没有事先和大家解释清楚就确定了分摊方案，更何况出问题的并不是自家水管，为什么要额外承担一部分费用呢？要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你冤枉好人，你冤枉好人没，你冤枉好人，你没得好下场的，可以说。一来二去，两位老人就为了这点小事情闹起了矛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能够说服谁。最后找到了社区的工作人员，可是面对这样的矛盾，工作人员也有些头疼。没有明确的是谁对谁错嘛，就是他们的理解，在他们的理解方面有一定的差距嘛，在我们社区就调解没调解成功。于是社区将樊阿姨和程老伯的矛盾上报到了江安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中心里面有我们各部门的这个有关工作人员，也有我们有关法律人员，那么就针对我们群众的诉求不同的问题这个有针对性的做解答，不是马上就能够办到的。就有我们这个
多元中心交办给有关职能部门，按时答复，按时解决。所谓多元，就是不管老百姓遇到的是邻里纠纷，还是家庭纠纷，亦或是交通事故纠纷，只要进了协调中心的大门，问题就全部可以在这里得到解决，群众再也不需要东跑西跑。另外一方面，协调中心连接了政府大大小小数十个职能部门，在纠纷化解过程中，涉及哪个部门就可以由协调中心出面召集，最大程度保证了调解的成功率。老百姓有的时候办一件事儿，涉及到多部门职能参与，我们这个中心啊，主要是整合了部门的资源还有职能整合到一起，要让老百姓到这个地方来一站式的解决问题。那么使我们人民群众有什么诉求，有什么这个愿望或者有什么情绪有地方去诉说，地方去解决，从而进一步的理顺我们人民群众的情绪。樊阿姨和程老伯有关水费的纠纷上报到协调中心后，协调中心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干部经过分析，认为两位老人的问题要解决，关键还是要把道理说清楚。因为水有水损嘛，然后就是那个总表的与分表的问题嘛，这个跟自来水公司也有一定的关系嘛。然后这个存在是老楼区嘛，这个自来水公司他们解释的力度比我们大嘛。在社区的话，由于他部门职能比较弱，协调可能涉及到那个水管公司，他具体协调不起来，然后主要是由我们这边县级部门县委政法委进行协调。在协调中心组织的调解会上，樊阿姨和程老伯再次坐在了一起。虽然彼此之间还是心存芥蒂，但是看到水务局、自来水公司以及社区的代表都在场，两位老人的情绪还是缓和了不少。在接到我直接问了水务局的李总，因为我就负责做政策发布部的，晓得不？政策是定在这儿的，表以后的，不管水的设施、设备、水损。都有该由你们几户来商量过来谈，至于说该来决定的语言上，确实你们不能乱套，也不能乱说，和谐生财。水务局工作人员的三言两语打消了程老伯之前的困惑，而有了权威部门的解释，在大家伙的劝解之下，两位老人的情绪都有所好转。协调中心的工作人员趁热打铁，促成他们签订了调解协议。就这样，我们就128种协议分给双方13份，我们调解中心6份，然后双方当事人各留1份，看就解决成就圆满解决。圆满解决，加嘞。下次你们还是他领的。矛盾解决了，还是好邻居。类似的话语自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成立以来不知道听过了多少次，而每一起矛盾纠纷的成功化解，显然协调中心背后依托的联动机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种新的工作机制让走进中心的老百姓切实尝到了甜头。我们建立这个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吧，那就是能够及时的使我们老百姓的诉求能够得到反应，能够得到有效的这个解决。相当是老百姓带着纠纷进来，当出门的时候是带着满意而归。目前四川省在全省市县乡3级都建立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23000多名专职工作人员奔波在矛盾调处的第一线，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屏障。从实行公调对接，在基层派出所设置人民调解室，到成立遍布城乡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由点及面，通过联动调解机制，其目标都是更好地为群众服务，给我们人民群众搭建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和桥梁，使我们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能够很好的
这个沟通。除了常态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四川省也积极探索矛盾纠纷化解的动态机制。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各地重点项目纷纷开工建设，牵扯到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劳动社保、集资融资、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问题。因此，四川省提出了调解跟着项目走的动态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变被动化解矛盾为主动预防矛盾，把潜在的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跟着项目走呢，是建立一种流动的多元化解中心，提前介入我们的重大项目的建设以及工程的发展。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建设过程中就充分体会到了这种调解跟着项目走的甜头。宜宾市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宜宾市区东部，是四川省重点建设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也是宜宾市重点项目体量最大、数量最多、要求最高的一个区域。我们每年在为工程项目要提供5000亩以上的这个用地，涉及到大量的征地拆迁。城市推进的过程中，这些项目也把我们的一个一个的小的矛盾，这个集聚成了一些大的矛盾，涉及到的群体非常多，涉及到的矛盾的焦点，也是非常的集中。白沙湾街道位于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拆迁安置问题。出来就是害怕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有的老年人不是在里面做了一辈子的土地吗？他出来，如果他出来没有种的，自己闲得慌，心里面发闷，不知道该做什么。老百姓主要有三个担心，一个担心就是不公平，就是怕，我的这个补偿同样一个情况，别人高，我的低。第二个担心就是未来的生活没有保障，但是土地失去过后，那么未来的那个就是我们跟他的养老保险金不能够覆盖他的基本生活。第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生活环境改变了过后，生活习惯还有周边的人和事都没有了。群众最关心的事就是政府要花大力气解决的事情，因此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了重大项目调委会，对工程建设中遇到的各类矛盾纠纷进行第一时间现场调处。而支撑整个调委会顺畅运行的，同样是其背后强大的多部门联动机制。每一个项目的现场都有司法、公安、人力和社会保障、国土等多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现场主动化解矛盾，商定解决方案。各部门这个对涉及到老百姓担心的诉求，要从多个层面，共同形成一套解决的方案。怎么样，在保持我们经济快速啊健康发展的同时，又保持我们社会的和谐稳定，那就是要做到这个总书记讲的，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调委会的强力推动下，一件件让白沙湾街道居民担心的难事儿迎刃而解。崭新的安置小区代替了原来脏乱的平房区，而村民们担心的工作养老问题也一桩桩落到了实处。哦，现场招聘会，我们就组织村民哦到那个去报名去看。很多家公司，包括现场招聘都是几十家公司那会儿招，你们适合哪个工种，你们就选择工种。比在农村好吗？农村往年要是一下雨，不是到处都是那个，一出去鞋子都是全是泥。现在出来了，在外面了，走到哪里哪里都是干干净净的。你们现在搬真的拆迁了，搬到小区来了，住上新楼房了。觉得心情如何？站得高嘛那个，居住啊，居住那些如何嘛？环境啊这些？环
也好，哦，对，卫生环境都好，各样都好。哈，没事，到那儿下牌呀，跳八八舞啊，喝点茶呀，是不那些？让我们这个老百姓看到了政府的诚信，政府的这个我们在解决问题上的实在的关心，而不是说在嘴上。四川已在全省推广调解跟着项目走的工作机制。2016年，排查调处涉及项目建设的征地拆迁、移民安置纠纷16253件，调处成功率达到94%，既保证了重大项目的顺利推进，又保证了项目所在地的和谐稳定。调解跟着项目走，就是要做到项目推进到哪里，调解要跟进到哪里。项目推进了什么时环节，我们调解就要跟进到什么环节，真正做到了这个发展稳定，两手抓，两手硬。互联网、大数据，调解工作也能提前预警。它既是一种指挥系统，又是一个研判系统。平安中国2017有话好好说正在播出。为不断创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四川省积极探索。在联动化解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行，越走越宽敞。随着时代进步，互联网飞速发展，四川省各级部门又将矛盾调解从现实搬到了网上，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矛盾调解的便利。这几天，成都市一家美容店的老板张婷一直处于焦虑之中。之前一位客户欠了他8000多元，迟迟未还，几经联系，对方却以身在西藏不方便为由多次拖延还款。我当时就说给他发微信嘛，发微信的时候发现怎么我发不过去了，然后就把我给拉黑了，然后我跟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一气之下，张婷想通过诉讼讨回这笔钱，但亲戚朋友却劝他说，诉讼时间长，流程复杂，为了一点小钱不值得。我没那么好的经历，我可能就当时可能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可能就算了呗，没有那么多时间，没那么多精力。犹豫再三，张婷还是决定先去法院咨询一下。到了立案庭，工作人员却给他推荐了一个名为“和和智解易调解平台”的网上调解系统。涉及的金额比较小，而且纠纷也比较简单。再加上最主要的一个是，他现在的一个当事人远在西藏打工。回来的话，成本坐飞机要几千块钱，而且时间成本，而且对方也不愿意。通过网上调解平台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张婷半信半疑。工作人员耐心地给他解释了这个平台的功能。这个平台目前我们汇集了我们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等43个调解组织。我们老百姓产生纠纷以后，他登录上这个平台，在这些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引导下，给他们提供一种解纷的辅导和便捷的一种这个调解。去年6月份到现在，我们就是开展网上咨询，那么已经就是接近12000件，那么通过网上这个平台来受理调解申请是6000多件。原来这个网络平台汇集了包括专家学者、律师、退休法官等在内的一支强大而专业的调解队伍。很快，张婷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注册登录了这个平台。第一步就是要递交调解申请，在网上填一个非常简单的我的你当事人的基本信息、你的案由、你的简单的一些诉求，递交了这些材料以后就登录上这个平台，就可以选择你的调解员了。他们也给那个女孩子打了电话了，那女孩子她也就是同意，就说咱们就是远程的调解。通过调解员专业的在线调解，身在成都的张婷和远在西藏的欠款人达成了调解协议。非常快的、顺利的，然后就达成了一致。当时就是说她也同意，就是还我的钱，而且的话也是在她承诺的1个月之内，然后把那个款打到我的账上了。非常的方便。从半信半疑到亲身体验，张婷确实体会到了易调解平台的快捷和威力。
而这也正是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当初开发和合治解易调解平台的初衷。周期比较短，而且节约它的时间成本，还有我们也不收费，节约它的那个金钱。我们法院来牵头，那么在网上再造一个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那么通过这个平台来整合各个方面的资源，发挥各个方面的作用，从而那么及时的化解各种矛盾。从线下到线上，看似简单的一小步，但在如何更好地为群众服务方面却迈出了一大步。我传统文化来讲就是和为贵，真正到法院打官司，通过法院审判，通过那个敲法锤敲出来的那种纠纷解决方式，它的效果没有就是通过调解那种方式的效果好。将互联网思维引入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着力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的智能化，这已经成为四川各地的普遍做法。为了掌握全省矛盾纠纷信息的整体动态，四川省多元化解办还开发了四川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信息系统。目前市县实现信息系统的全覆盖，乡镇达到70%。信息系统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基层一线调解员，在他们的手机上都安装了随手调手机应用软件，通过这一软件，调解员可以第一时间将接触到的调解案例上传汇入到全省多元化解信息系统，这些数据经过综合碰撞分析，可以为下一步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我们可以分析出来，在某一个时间段，在某个区域，某几类或者一类矛盾纠纷可能在这个区域比较凸显，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事先就可以调动我们当地的有关行政部门着重于化解这类的矛盾纠纷。它既是一种指挥系统，又是一个研判系统。目前因地制宜、因事施策，积极创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已经成为四川各地政府部门的一种主动追求。广元市苍溪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裁审衔接联动机制，成都市双流区一站式道路交通事故服务平台，绵阳市游仙区两所一中心联动化解纠纷，雅安市鸣山区商会协会参与茶产业矛盾纠纷化解，阿坝州壤塘县依法规范民间调解等新措施，无不渗透着为民解忧的真诚。四川将以贯彻党的19大精神，实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探索创新多元化解矛盾的新机制，使人民群众不断地获得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建设美丽四川、平安四川贡献力量。在全国各地也在不断探索创新矛盾纠纷的多元化解机制，山西省通过综治中心整合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力量，形成基层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广东省广州市建立了由公安、城管、案件等部门力量组成的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处置问题。云南省瑞丽市解告口岸设立涉外矛盾纠纷调处室，聘请了免勤人士帮助开展涉外人员管理、纠纷化解等工作。黑龙江、西藏、青海等地因地制宜，加强基层综治中心建设，整合社会治理资源，为人民群众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社会治安相关公共管理服务。评价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及治理水平，其依据不在于矛盾纠纷发生的频度与烈度，而在于是否具备一套高效权威的化解机制。当今中国正在积极主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通过不断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筑强大基石。
法治引领，科技支撑，多方联动，定分指征，新时代新方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格局。平安中国2017